加过这种选择。但是当时我们所知道的环境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大环境对我们有利，我们不能允许有机会获胜。但是开票的结果，我们是三次的惨败。所以十二年后，今天我们大环境对我们还是有利，但是我实在不敢再想象能够是否能够再接受我们的现实。
我
及结论。首先，我请第一厅区党部吴察会，我有这吴察会做结论。电子台，电子全国。
认识你的吗？那个没有关系，他这样来付钱。现在变好，那边好，我们中央的唯一代表，或者是高层院士的亲自高级院士，给那个云梯上那种具体的财务，那种具体的鼓励，我们要全力的揭发。是老百姓不知道，云梯上的腐败，云梯上的腐化，云梯上的腐烂。Boom.
求在我们服务的时间内，啊，这一点我可以啊几个例子，在他任内，在我手上替他服务的已经判五年的，但是最后又把他减缓过来，最少有五件的。其中有一件是什么？因公殉职，已经报到教育部不服，但经过啊。国民党做立法委的啊，多方的分子又合并下来提供薪资，这三负责包的一大包了，最起码好几十万，啊，送到国民党的服务处去了，给国委发了分子，啊，他说我当委员是服务是应该的，啊，这是我的本责，啊，不是因为服务的才说是什么为公。各位同志，你看看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是不是值得我们来肯定，值得我们来帮他推荐呢？您知道是不是？是。啊，谢谢各位。第二点，我可以啊提出来的，我们平台它是一个重情、重义、知道感恩的一个行为。啊，在第六届立法委员连任。其实我们是公开也是第八名嘛，因为助理保障名额嘛，啊，但是我们可以说，他是唯一的清清白白的参选的一个哦立法委员啊，落选的在我们啊各区的主任开会，他已在整业了这么多了，他得了38000多票，这38000多票都是一票一致决的。哦，唯一他感到非常难过的就是什么？这38000多票的钱，他已经没有当地往回的，不知道怎么来回馈这些哦，支持他、爱戴他的这个钱。哦，各位尊敬同志哦，你看这样的一个心人，这样的一个心人，他想的就是什么？为大家来服务，哦，为大家来做事情，但是却是哦没办法，哦没办法来继续研究，哦或许啊这是一个什么转机，这是一个转机，哦现在他们哦代表我们中国国民党哦参选台南县的县长，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机，而且也跟各位啊党员同志报告。现在的差距大概只有3%而已，只有3%的而已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先进农村啊，这一次我们党主席的改选啊，马主席啊，顺利当选的啊，这一股改革清新的形象啊，每一位党员同志都全力的为我们啊，在电台。现在郭先生每一个采访啊，搭了5票、10票，相信啊，啊，在台南县，而且县市的县长，这么我们都是这么非常非常不好的施政的成绩之下，每每都是最后第一名，应该我们获胜的机会是相当的大，哦，相当的大，所以。这边呢，啊，或许哦，郭天才啊，他没办法一一跟我们党员同志哦来拜托，但是呢，我们12月3号，我们党员同志们用我们的选票派他到县台南县那边当县长来拜托，明年呢，啊，我们党员同。
第二点呢，我的报告呢，就是说希望大家保重身体，注意自己的健康。现在天气开始凉了，所以早晚的时候希望大家多加件衣服。要打胜仗就是要保好身体，说说对不对啊？第三点的报告我很简单，就报告三点，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能够传达的所有关机票，不管你是亲戚朋友亲家也好，小舅子也好，小舅子也好，你的同学也好，希望把我们国内产推销出去。首先把台湾线包住，大家都优惠了。
标位置的大车，那2008第三天出现再现。那刚刚各位前辈提的问题啊，我就逐一跟大家报告。有四位同志所提的这些问题，包括我们主席团的几位先进主席啊所提到的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缺票工作。我们未来从今天开始，一直到我们抽完签、号码签出来以后，我们的重点工作，也是唯一的工作，就是缺票工作。我们区党部必须要分区、分乡镇，因为有牵涉到乡镇长，有牵涉到县议员选区的这个划分，所以必须要以小区，不要分形式，像今天这样大场合什么排排坐，不要把所有小组长、把票会负责人、把地区的负责人、重要的档分小方块，就是所谓的方块界的，我们讲究是这样。各区党部的主任、常委，把他们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们就在哪一个人的家里吃个水饺也好，泡个茶也好，但是一定要把这些票会负责人，你手头上的这些党员名册、农民名册、联络的电话，大家把它去党部再把它规划清楚，然后把行动不便的，这里面有很多行动不便的，有很多需要人家扶助的，有很多他家眷，可能他的农眷、农民，我们眷属在外面住在青浦啊、桃园呐，要找回来，如何怎么样通知他们？12月3号，如何把这个编制？在偏远的地方有我们陕西的农民，我们如何找车子把它通通规划清楚？这第一步，这个叫票对负责人的价值，一定要给落实过好，不要讲究那种场合，我们只讲究效果。把所有的党员同志，把所有的党建，把所有我们能够影响到抓到亲朋好友都不要漏掉，在会中好好规划，交通问题解决，协助拉出来这些志工解决，这是最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座，我们年纪很大，我不可能要求你组成地多天台，不谋一个议员，地有乡镇市长到处去拉的，那是不可能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我们未来工作，也是刚刚很多人所提到。那么在12月3号之前，大家都可以打电话。12月3号一早，小揪了，台湾话叫小揪，大家一起去啊，有车大家互相送，这一些很重要。如果要靠我们大家相依也重，体力也有限，要在外面再搭上，那是很难的。我们就把亲朋好友，尤其是我们的第二站、第三站，好好的把它抓住，这是重要的。第二点，刚刚各位提到奖状的问题，这个是王务军，我没办法说让王务军满足到每一位先进、每一位小组长。不过叶文山替党员、替组员争取，的确是每一位表现都很好。如果我们这一次县长选举，大家知道握紧乾坤，大家能够投出来所有票会负责人、所有小组长，你只要认为他这一次选举能够大胜算，认为他有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欢迎他，主委亲自送到每一个党员欢迎他，叫到他头，这样好不好？对呀，哪些人真满意我就放心了，要不然他每天到办公室找我算账，我就惨了。
赢回来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再创新台湾，以马英九的形象，我们期待他绝对，我们也有信心让他把台湾再创，我们经济奇迹，再当我们中华民国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。就是想想看，这五年这种腐败无能，很多都讲到说他陈水扁出国拼外交，拼什么外交？拼到现在外交连那个什么塞内加尔那个小王八蛋都欺负我们，回国拼经济，拼什么经济啊？拼他那个四周人的经济。你看看高迪安、陈真南还发奖，勋章、奖章、张副小长、工作奖金，我气得要太多了。那种花絮章里面那种贪污腐弊的，都是他四周人啊。高铁还没爆出来啊，高铁一起也是他四周人。中央一根烟，一天到晚骂连主席，一个月拿18万的利息，27万。可是你跟他算一算，一个干了30几年的公务员，连干到副总统，一个月领27万，他有一根烟多吗？不到十分之一，也是30多的人，现在哭一下，对国家的伤害更惨。所有国内的投资都不敢投资股市了，外资也不敢进来，非常可怕。所以说，哭一下对将来他还坚持要20斤改，20斤改在动辄上下了，不是千亿啊，那可能把台湾又变成跟以前菲律宾、泰国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要终结腐败，不能等待，铲除腐乳，一定要趁这次这个机会，就趁现在。我想，最后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，我们如何采用行动下去。当然，很多刚刚这个思雨讲到的这一点，我必须要特别强调，就是我们现在中央也是马主席以前讲。老同志要回娘家，我们新伙伴要来参加。现在有一个叫蓝天使专案，所谓蓝天使专案，保障薪资，我们希望薪资能够赶快涨出来。所以六套要报大家，二代三大还没入党，49岁以下，赶快回去找区主任。不管文件很快的到来，我们让这个所谓党让它成为党天师，变成我们中国国民党生力军。为如何我们在年底打个胜仗，这是可期待的。打个胜仗，然后有这一批生力军，我们总算把它交给他。我们在2008年就由他来说，我们来支持他。这一点也请各位前辈能够特别能够支持一下这个蓝天使专案。我想刚刚郭天凡的青年办公室主任提到民调，各位很清楚，我这边有一个数据，从台北县中心委跟卓文嘉2个月前是28、29，几乎拉平。现在中心委是42，卓文嘉是22。我们看彰化县卓国远也是输给翁金珠，可是现在也是34%，那跟27%。宜兰县陈定柏当初风气泛花，不得了，回去再选一下，现在院长是一定可以当选。你最近看阿扁那个六顿卡车，他站在后面那个苦瓜脸没有？他的民调已经落后到什么地步呢？本党提名的李国华36%，他已经25%也落后。嘉义市那更惨，民进党的现任的市长陈玉珍19%。
他蹦出来，我们就不要，对观众不要分心。两个月前大家都知道民调状况，我们郭厅长说我多点啊，我那么多点，我说什么不要听，我黄国来都不相信，所以我们从官府开始向小组长以上的联系汇报，我们把这个事打来，我们感受战争啊，在他民调最低最可怜最可怜的时候啊，他正式宣布，他说他的福建列车就从阿姐的故乡最艰苦的地方关田乡，我就故意选关田，我们那个青岛一张青岛最小的一个青岛，那个岛国民对他的支持，老权被对他的支持让他感受，所以他说他福建列车就从关田站，黄国来的第三期党正式启动，一直帮他打气啊，我们打了四场气，不是因为我们拿其他民调来拉高了，也是因为民进党腐败无能，所以慢慢大家很清楚，15%、10%到上个月的6%，竞选总部的内部民调差距在3%，不敢公布，为什么？无军机的案例，惨痛的教训。如果说到民调超前，民进党那种钞票的手法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买票跟追票无所不用其极。最后回归一点，追票还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亲朋好友关系，照你的责任去，一个方块，一个豆腐。你负责，你就要好好把它做好，这一点特别注意。我套一句我们陈长伟讲，这个天气变化温差很大，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够打败，这一点还是要请各位前辈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我们今天大会就到这个地方结束，现在我们后面还有，尤其是一区第五区，他们都要做很远的，还要回去很远的地方。这里做个简单报告，三委下会之后，第二区党部，也就是新营连水有一学长点的决定不动，第一区党部后面的从后面这个门走，第五区区党部从坑这个门走，那就是您的最大会的市长就准备好了，二区党部不要动。好，二区的今天的有一些要给。